家好，我是47年的老井，我是87年的小尹。我今天做一个舞痴的杨手。舞痴？哎，等会儿给讲一讲，师爷怎么舞痴啊？哎，好嘞。羊肘是不是这块肉？师爷为什么选择这块肉？这块肉啊，它就是属于活肉，腱子肉。哎，都是筋。它里头呢有很多筋，很有咬头，非常好吃啊。哎，来吧，师爷，来吧，现在就煮上哈。好嘞，不用给刀，冷水下锅，先给它一下。还是热水澡呗、啊。热水澡，朋友喜欢。喜欢呢、啊？锅有点小，是不是？对了。下次为了这个吃的时间，你得准备大锅、嗯，好不好？那你咋不说你买那个小腿呢？你买这个腿这么高的，太长了是吧？买些大高个。好嘞，给它撇撇沫啊，朋友们，把沫撇净，就不用洗了啊，就这样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泡的时间很长，泡两小时之间啊。对了，凉水泡两小时，主要是去的腥膻，腥膻去血。所以说沫就少了。对，把姜片搁里啦，料酒，料酒都来吗？都来。师爷，这个是白胡椒和陈皮，胡椒粒儿啊。嗯。爷爷，这个是桂皮，这是白芷，香白芷啊。用这些料的香味儿啊。对了，这是香叶和辣椒，和辣椒。好嘞。去腥增香，多少盐？四勺盐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OK。哎，你还想给啊？倒点酱油啦。上色啊，这。对，也是上色，那个味道也好啊。这个东西啊，羊肉呢？哪个东西？羊啊。羊的。也是跟这个其他的这个操作方法呢，就分档取料。啥叫分档取料呢？什么位置适合什么吃法？哎，对，你像那个我们要是做这个串啊，串羊肉串，羊肉串那就是后腿，后腿肉，哎，最僵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要是铁锅烤的肉，烤肉，烤肉，那就是说那羊肉呢就是上脑，上脑嫩啊，哎嫩。那你说要是清炖羊肉、那就是腰盘，腰盘带骨盘啊、这个前腿和后腿它这老嫩都不一样啊、因为它这个前腿活动的量比较大，所以说呢它这个瘦、肉少，后腿这肉比较厚，厚实啊、厚重。像这个羊肘吧，也是文吃武吃。我为什么要说文吃呢？我要在北方大厦要宴会啊，高档宴会，那就炸好了之后，把骨头裁下来，搁到盘子底下，把肉给它改刀，完了码到上面。对，这个吃法呢，那就是比较讲究。对对，这个非常讲究。文，你要在家不是捏一个，咔咔的就造上了，那才解馋呢。还有谁呀？啊，涮羊肉是吧？啊，涮羊肉选择哪块？涮羊肉也是这个上脑。上这个后腿黄瓜肉，对，这都行，都行，哎，都可以。黄瓜肉羊里脊是吧？哎、对，那羊里肉嫩是吧？对，煮了一个小时啊、哎，现在给它夹出来，哎，倍儿香啊，这个，太香了啊，香啊，就是个香，能扎透就行啊。对，哇，哇，这大羊腿。师爷就喜欢吃这种。哎，好嘞，我们现在炖一个炸羊肘的蘸的料。大喘气呀，师爷，熟芝麻是吧？这是熟芝麻啊，这芝麻生的也可以啊。这是辣椒粉。你这料比较猛啊。哎，这么多。对，这是孜然倒的啊。你看烧烤啊，孜然芝麻辣椒粉，那当然就是烧烤。这是玉米，玉米淀粉啊，哎，玉米淀粉比土豆淀粉要更酥脆。搅拌，搅拌均匀。上腿，上腿揍你啊！我可没上腿啊，上飞腿，上飞腿，上飞腿。这里头呢，
我再少搁点盐啊。几勺盐？一勺。一勺盐。啊。上腿。上腿。哎。看。哎嘿。这时候还没凉透是吧？稍微凉一点。正好啊。能裹上是吧？哎。哎站满啊。料满这个料站满啊。站满。现在就要来了。现在就可以那么造了。等不了了是吧？等不了了。站到这种情况是这样。哎，对，漂亮。师爷，这油温咋样？哎，60油温。这个要是家里不方便炸，烤也行。烤更好。烤箱、微波炉是吧？对，都行，大火呗。哎。现在就下的时候得注意啊，看慢一点，别着急啊，哎，慢点下，慢点下，哎，下的时候吧，用这个油是吧，撩着炸是不是？对了，这不着急，一个个炸啊。哎，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，一会就可以炸3-4分钟啊。哎。好，就这样啊。好，看看，朋友们看看这，哈哈，这腿，这腿是美腿是吧？这小腿呀、啊。这样啊，我给表演一下舞痴。你现在就咧个大牙，就想张嘴了。师爷，你等一会儿，我看你现在牙给你带下来，主要是考虑到。哎呀，真的来了！哎呀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一个字香，两个字真香，三个字香。这家伙，这叫武师。文师师爷说把这个肉那个啊，对，单独上。哎，这外地呢用刀叉叉着就可以吃。在家，咱就来石头灰的吧啊。你看你这吃法是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了。这个呢就注意啥呢，煮的时候要烂火，哎，这个拌这个蘸的这个料呢一定要拌均匀，蘸均匀再炸，出来这效果非常好。再给大家表演一下舞痴。这家伙，你这一个羊肘是不是造饱了吗？你啊，一会儿我就端走了。是来吧。哎呀，每日烟火气，尽在老饮记。